好，我是福音，现在已经是早上7点多了，昨天放的网，现在去看看有没有鱼。看，都是垃圾。我看看，好多垃圾啊，只有4条鱼。不过也还好啦，不会空军，可能这个位置不太好。鱼要不要先拿下来啊？拿下来。等我来拿吧。水位好像涨很多哈、啊，你那跨得去？这网子没有网到鱼，现在去看一下昨天换的那个盆，抖音上学来的技术能不能抓到鱼了。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一条都没有啊！哎呀，抖音上的技术也不行啊！别去看那一个，走这里上去。直接端起来就是。好啊。没事。哎呀，一条小鱼，有几条？有几条？好多个哟！来，快点，等等。端到边去放。哎呀，这个有啊。这么小，有能力没有好。哎呀，跑地方，不能用倒倒会跑到的。没了，都跑光了。太小了，放了算了。就这一条。你这么小的鱼放掉了是吗？放掉来。放掉。放掉吧。哎呀，看来这个抖音的捉鱼方法不行啊。抓到了一条小鱼。还是买些地笼来更好。下次换个地笼哦。嗯。